那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如果说呢，我希望怎么样把这个程式改为奇数跟偶数哈，分别加总的话，那程式该如何写？首先的话，各位可以看到啊，就是说呢，1到99的清单，那我们要怎么判断说呢，它是不是奇数？如果是奇数的话呢，那我可以有一个单独一种加总，那如果是偶数的话呢，另外一种加总。所以啊，如果假设啦，第一种写法哦，当然还有更简单的写法啦，方法一、方法二、方法有很多方法。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呢，最常被用到的一定是一个逻辑。所以呢，我可以在这个 for 回圈里面 enter 加一个叙述，什么叙述呢？如果什么呢？如果 i 这个词怎么样是奇数的话，再帮我做下面的事情。反之的话呢，就是做另外一个事情。所以呢 ，i 怎么样呢？它能够除以，比如除以2之后，假设奇数怎么判断？除以2之后的余数哦，如果为1的话，那应该是奇数嘛，对哈？最简单的。那所以呢，我们这边可以嘛，加一个除以多少的余数的话，百分比符号，那除以2的结果特别注意哦。这个地方请特别注意哈，这边要两个等号，如果等于1的话，哦 ，OK， 那冒号，那做下面的事情，那特别注意哦，如果做下面的事情呢，那一定要把它推到下一阶，哦，特别注意哦，这个地方如果没有推到下一阶，你会发现前面有个叉叉，因为它没办法解析，所以记得哈，如果它的余数为1的话，那才去做后面的事情，那这样表示说呢，它这个加总结果哈，就会得到的是奇数部分，所以把它执行一下， 2500。那偶数的话怎么做？偶数的话就是什么？等于0嘛，有没有？所以如果你执行，它就偶数的，偶数的话比较少哦， 2450。但是如果你希望两个都同时输出的话，因为现在只有奇数跟偶数嘛，那这个时候的话哈。当然了，因为我们这一个变数，一个变数要输出两个结果，应该比较困难。怎么办呢？很简单嘛。如果两个结果哦，那不然你就是怎么样？干脆两个 ANS 嘛。那一个 ANS 叫 NSA 嘛，一个 NSB 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假设 OK，NSA，NSB。那所以这个地方的逻辑这样，如果它是一，那反之有没有？它如果是等于一，那上面的就是 NSA。A 的话就是什么 ？A 就是奇数好了 ，OK 哈。那反之就是偶数，反之的话我们就加一个什么？加一个 else 冒号，然后呢就是什么 NSB， 所以这边的话把这个 NSB 放这里，有点像是两边的匝道啊、哦。如果是什么？如果男生走这边，如果女生走这边哦，分开 ，OK。那我们来算人数啦，哦 ，OK 有没有？如果是等于1的话呢，那表示它是奇数。反之就等于0啦，因为只有0跟1嘛，那就是走这边。那我们这样可以什么？比如说这边就可以再多加一个奇数跟偶数的 print， 分别把它变这个的话就奇数。应该是奇数 ,OK。应该是这个奇数 ,OK, 齁。然后呢这边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什么把它输出用那个 NSA, 那反之的话呢那就 NSB。OK, 然后这边的话就偶数的加总，然后就 NSB。OK, 好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程式就写出来了，应该可以看懂吧？哦 ，OK, 所以你会发现呢、啊，通常回圈里面呢、也会加逻辑判断，不然的话你跑一个回圈你要干嘛 ？OK, 总不可能说单一就让它跑，你要通常是。要告诉他说、哦、你把这个资料调出来，然后帮我跑个序逻辑判断，然后该怎么分你帮我分一分再做输出。好，那假设说这样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理论上的话执行、哦、那这边就会什么奇数加总跟偶数加总，那就分开加总 OK、哦、有没有？好，那这样的话呢、哦、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加一个逻辑判断，把奇数偶数呢分别做输出。那除了用这个方法之外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法。什么样的方法？
方法二哈，其实还有个地方，如果你不用逻辑判断的话，有一个方法就是说，你可以在这边加一个逗点，逗点二。哎，特别是哦，如果呢你不用逻辑判断的话，还有另外一招。这个逗点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 step 的意思。step 的意思说间隔多少？哎，比如说呢，它初始值为一，对不对？如果你 step 二的话，那下一个就是间隔二，那就是说再来就三、五、七、九。哎，所以哦，如果你假设哦不用那个逻辑判断的话，那如果我们方法二，方法二的话呢，那我们可以这样写了。不过你会发现哦，如果你用方法二的话，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就是这个缩排可能要倒到前面的啊，这样的话呢，等于是什么？等于是奇数的。那偶数怎么办？偶数的话，变成说哈，你就要再另外起一个什么 for 回圈，那只要把这个数字改个多少，改个二就可以。意思是说哈，我从二开始，然后呢，后面 step 二就是中间间隔二。那就2 4 6 8 0啦 ，OK， 然后一样到99停下来 ，OK， 那底下的部分的话，我就可以什么，把它改成 B， 这个把它改成 B， 哎，执行一下，结果的话呢，一模一样，哦，那哪一个简单呢？好像差不多啦 ，OK， 就看个人习惯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程式不是说只有唯一的答案哦，哦，可以，所以请各位试试看，两个方法一起都试试看，好，来，画面再还给各位哦。那哪一个比较？其实理论上啊，当然哦，一般我们在写程式哦，通常会想各种的解法，然后最后想出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哈、哦，这个程式啦哦，啊，通常。考虑的还是会是哪一个执行效率比较高，哦，来决定啦。OK， 我以这个程式看起来好像，如果跑两个回圈可能会比较慢一点点，最好当然跑一个回圈，中间加逻辑判断。哦，不过呢，理论上啦，因为资料量不多哈，差异我想可能是在千万分之一秒吧，那解等于是没什么感觉，所以你两个怎么写其实都 OK。那主要是补充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将来哈、哦、希望产生一个 step 的话，就是说我不是连续的12345的一个资料的话，那我们其实可以在这个 range 的第三个参数啊，再加一个2哦，让它可以跳下一就下两个哈、哦。OK， 那请各位试试看哦，奇数偶数分别加总。